这真的很好听，不是我一直就是跟搞笑，我自己非常喜欢。然后上一场在高雄那边，然后他特地回台北去演。然后也不一定要买，但是我这边是几点关啊？十点吗？之类的。我的意思是说，那个等一下我们，你不用急着走，可以留下来聊聊天，好，就是一个轻松的聚会这样子。然后非常感谢大家来，很开心可以看到大家，而且非常多的熟面孔，然后在不同的城市看到的人，仿佛两个同样城市看到的人。我刚突然想到一件事，就是我前几次某一次有一次来的时候，来台中表演，然后我非常的神奇，这可以讲吗？跟你们讲，就是我去了一间店，就是说，就是某一个活动这样子，我去了一间店，然后那间店生意还不错，应该是有一个跟烤有关的字号，不要讲出来。可能不是好好吧，反正我忘了，反正是一间店吃饭的。然后就是一个台中的那种尊爵的，我是说不是那间店，是前后对台中的连接。然后到那间店的时候，然后我就看了一下他的菜单，因为那间店的工作人员是非常的客气，就是服务很周到这样子，好像我们是上班的。然后我就看了一下那个菜单，那个菜单就是标榜说就是都是很新鲜的、很棒的、很有机的、真空的，新鲜的东西。然后就是从哪里，台东哪里，从台湾的各地。然后那，但是我看到那个当下，我就突然发现说，那这个台东的人有知道这个东西吗？就是我突然顿时觉得太尊爵了，就是看到那个菜单的当下，然后有一点无法接受，就是可能自卑啊，就我不行的。我在演什么？你们知道那种感觉吗？就是。其实我不是这样想，我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你是谁呀、啊？坐在这边就想吃到全台湾大家辛辛苦苦弄出来的东西，然后还就是还很屌。我那个当下就是竟然产生了这个很生气的感觉，然后后来回去就写了大嘴巴。但是我刚刚就是提早来，然后我就在这个金城几街那样子晃晃晃。然后看到有一些就是很漂亮的，有二楼的，有阳台的那种房子，就突然想到，这是4楼，想到有人跟我说，是他很喜欢有阳台的房子这样子。然后那个当下我就突然，因为现在还没有，然后我就突然想说，难道我身为一个就是一个心里是小左派的，难道我只是因为嫉妒吗？就是我就在。突然产生了这个念头，我刚刚为什么要准备这一串？我已经忘记了，我刚站在那边的时候，又想了一个脉络，我现在忘记了。我应该是要讲说，就是我觉得其实也没关系，因为我今天就是发现说明我有一点点羡慕，当然我还是不可能。我还是觉得生活要越简单越好，但是就是如同我今天画在脸上想要跟大家分享的，就是我们可能都是从同样的地方来的，然后但是我们都想要往另外一个地方去这样子，然后因为另外一个地方可能比较好，那也没关系，但是在那个之余不要忘记你原来有多开心。好，那。
那谢谢大家，我现在要唱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就是《小清新大爆炸》。Yeah.